觉得应该放一首《夜黑任务》。谢谢，谢谢各位选手，请下台。谢谢。与此同时，我们的第一轮个人秀的得分结果已经计算完毕，结果请回答。有请第一组选手元帅陈凯希为大家带来陶喆的《红军四歌三说》。Thank you.
山的云来，可是爱爱，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，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，多无奈，我愿意改变，重新再来。我怎么能忍受？你说爱，爱容忍我们的后悔，做个朋友，我在爱你心中只是见个人，不是心。还有还有，继续。陈哥，怎么黑了呀？他的东西要给我们传案吗？他说他故事唱完了。怎么又唱错了？那应该怎么唱？再来一遍吧。我愿变成你童话世界里面的那个天使，变成翅膀守护你离开以后，星星都亮，星星都亮。感谢两位酷炫的表演和酷炫的眼镜。评委点评。评委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那个改版的那个普通朋友和那个后面的那个后面说是谁？你改了吗？我觉得改的感觉很对，我觉得改的非常棒。然后我觉得亮点就是那个后来的那个苏三说的这个童话，我觉得都我对。我觉得这个深深的戳中我们的笑点啊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。对，非常好，谢谢。现在给两位每人20秒钟时间，跟台下的大众评委拉支票，从元帅开始吧，可以开始了。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. That doesn'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. Crying stop me, 'cause I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. 好的，谢谢。因为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好拉票的，所以就用歌声来拉票。其实我也觉得，其实大家一起聚在这里，然后听我们唱歌，已经是我荣幸，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好，怎么说，大家开心就好。然后我就是想安静的唱一下歌而已。谢谢两位高风亮节的歌手。大众评委。这个投票环节你们可以投给多人，比如说你觉得两个选手都非常好，你可以举2次，也可以1次都不投，
这个是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的。现在台下大众评委有支持元帅的，请举起你手中的荧光棒。谢谢。有支持陈凯希的，请举起你手中的荧光棒。谢谢。感谢两位选手。下面由刘通和孔思邈为我们带来张惠妹与萧敬腾的《一眼瞬间》和《火》。
叫我停下来。我就是爱唱歌，呼吸打着节拍。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。要快乐就快乐，做什么都认真。不爱我是谁？不要以为我很遥远。我觉得孔思邈应该有这个能力，但是我没想到刘同还会跳舞，那真是非常好。那个我觉得太劲爆了，今天那个越来越好看了，觉得不错。谢谢。我觉得杨之晴选的这首《火》有点居心叵测呀。这个，但是舞台效果非常棒，我不得不说，这个确实让我们就是耳目一新。谢谢高冠廷。那么下面呢，就有两位选手进行拉票，你们每个人有30秒钟。首先，我们女士先请。然后我就是想说，刚才在台上唱歌的时候，我看到后面有好多站着的观众，所以我想跟那些站着的观众说一声谢谢，你们辛苦了，真的听我们在这唱，谢谢。也说我们所有11位选手都为这个比赛付出了很多自己的心血，然后也挑战了自己的下限，然后也希望你们都能看得到，然后谢谢支持，谢谢。我就是比较喜欢唱歌，然后谢谢让我在电影面前唱歌，挺开心的。然后谢谢评委，不管你帮我帮我剪了很多歌吧，然后谢谢那个陈思思帮我做了很多事情，然后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支持我。好的，拉票时间结束了，下面就是我们大众评委给他们举荧光棒的时间了，还是女士先请，请先转过去好吗？好的。好的，请高举你们手中的荧光棒，让大家看到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坚持，坚持举高。好，谢谢。再给我们的刘通举一次荧光棒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请高举你手中的荧光棒好吗？谢谢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20位大众评委，两位可以转过来了。好，两位可以后场休息。下面的两首歌由3个歌手来演绎，唐庆峰、陈淑汉和陈亚，他们演唱范晓萱的《我要我们在一起》和蔡健雅的《别找我麻烦》。